是大喵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特别享受就是被大喵需要的感觉。浩哥，你觉得有了娃之后对你有啥改变吗？啥改变？嗯，反正每天感觉特别忙。之前我看过一句话嘛，就是当你就忙于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忙着忙着就孩子都长大了，就深有体会吧。现在尤其是前一段放假嘛，感觉能就天天陪着他还是挺幸福的。嗯，但现在白天上班啥的占据了好多陪伴他的时间。所以晚上你就多多陪伴。那你这样说，我以后晚上还得把你薅起来了，之前还于心不忍呢。其实你说他的成长期也就是几年，需要你的时候，任你摆布的时候，你说等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吧，慢慢的就有自己的小圈子小世界了哈。嗯，他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呀，猫哥，就他的世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，咱俩就慢慢的被忽视吧。等他上了大学之后，妈呀，这一年能回来一趟吗？看咱俩，咱俩到时候就成空巢老人了，你说咋办？你有没有觉得有了孩子之后，我的重心不是转移了吗？嗯，就忽视你了，你会不会就这种被边缘化，你会感觉难过吗？那行吧，习惯了，这是我该承担的。不不不不，其实这并不好，猫哥。嗯，就你看大喵，他以后终归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嘛。嗯，他有他媳妇儿啊啥的，就慢慢咱俩没那么重要了。但是。你才是陪我到最后的人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也是陪你到最后的人，所以不管你儿子怎么怎么重要，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你说半天直播主题不就行了，拐弯抹角的、啊、直播主题就是你要善待我。那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还能更好。也不睡吧，睡吧睡吧，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。